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三位主角，把他升转职啊。那我们转成剑士，先转狙击手跟龙骑士没什么用啊。好，转。Go！ 哇，帅耶！クラスチェンジしちゃった。またみんなにご飯をおご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かな。精锐步兵。为什么外表没变？啊，外表没变。好，是转职其他的需要魔晶石就对了。哦，好，不要，不需要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格尼尔。转成将军吧，好，转将军。哇塞！精锐枪兵，好，再来他，我看一下啊，可以进阶，但是要这个东西，好，不够。再来是我们的女主角，转职圣徒。怎么被拿书啊？传教士，好，这个也没有。要六个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技能可以换什么哈、哦？没有，没有什么新技能。好，还没有。然后其他人要顺便转吗？杰西卡是司机，蛮帅的啊。群体治疗，哎。嗯，然后转成司机好了。我。他只有穿内裤，是不是？会不会冷啊？好，再来我们的蓝丝也转吧，蓝丝就转龙骑士吧。啊，还没精通啊！啊，拍谁？骑士长不要了，给他转龙骑士好了。
帅帅帅帅帅！これで私の刃も門徒鋭利になった。ナイス。好，还有一只。我们的杰西卡，杰西卡大人，那转法师吧。资深学徒，好，那差不多了。好，那这是把一些转职的过程给大家看。那希望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